大家好，塞，今天我们玩诅咒之刀。今天我们来获得紫色咒器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身上有一个，神器卷，我们就给它放下去。哇哦，月光斧头，换掉的头，拜拜。好，下一个地方在哪里？要找很久。嗨，然后我们现在拿到这个纸条，不知道干嘛，应该是楼下那个时针分针。好，说吧。我都没发现这里有附魔台。是洗虾米。好，没什么。在哪里啊？找到了紫色咒器。等一下，锅炉城堡，冲啊，快点！我们要在时间以内完成，结束这个系列。各位看我的头，好，治疗钥匙，好走，呜呼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水，好暗哦，怎么那么暗？好，打开时钟谜题，你怎么变那么卡？按错。变37fps， 好，时钟谜题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时钟谜题是什么？操作提示：按下键盘踢键开始聊天，再来使用滑鼠点击选项。好，点这个吗？你看画面，那应该是造神奇纸条了吧？这个12是10分至25，那 C 什么秒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来试试看吧。12是这样，那分，12秒。分是。超过，会，又超过，这样，然后最后一个随便看哪个，不是吗？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，我们继续挑战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。好像指令，然后指令坏掉了。月影弓，这些给我。所以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好的橘头发，快点，走开啊！痛！等一下，痛！走开！快！痛！走开！不要出！不要！我现在没有魔法，等一下，什么时候变温？哇哦！获得一把很强的剑，还有一个很强，而且这个比较强，这可以射吗？先不要好了，不然等一下又坏掉。干嘛？他不是好厉害，走开！
然后这里好像没东西，好，要小心这个岩浆，很恐怖。过去，哇爆了！哎，炸死你，炸死！掉下去才能哦，又一把剑。是不是最后很难？那往下吧。哎，对，怎么越来越难走？哦，哎，这里没来过，我知道。是我的裤子好了，我带没有，对，我需要一个，哦，开始，我不要塞腿，等一下，哦。死在哪里了？走上去对不对？然后走这里，然后加去，不是这里，哪里？哎，有裤子。缺帽子，等一下，怎么摔去，这有箱子，盾牌我没有了，金苹果那些，那你就没了吧？被我发现！等一下，别想骗我。好，继续。啊，这掉下来就上不去啊！上得去，我可以的。好，再来，然后走开。在这里吧，这里，对，这里掉下去，这里 ，OK， 哦，好多，杨森，杜德森，不行，停，走开，不要过来哦，你以为你很强吗？哦，这个厉害，厉害！哦，看一下，哇，附魔金苹果，一大堆书，这不用了。方块啊！
姐姐唱的。跳这里，跳过来，啊！哎，怎么卡住？跳上来，等一下，然后跳过去，好，就这样，非常简单，冲啊！要把它挖掉。太多了太多了，好 ，OK， 解决，走，我撑哦，好，离开了，哦，棍叠在一起，好，等一下用一个再看，哦，好多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快走！好啊，还是你们？哦，哦，赶快飞！哎，好、啊，哎呀呀，哦，对，我不想死在这里。No， 等一下，跑跑！哎，等一下 ，No，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好，可以开了吧？应该没有什么，开。听说是米哥的头盔，
哇哦！吼！这个，你要前往异界的门吗？那真的要进去吗？好了，我先准备好。这样。好来哦，三二一，进去。啊！五座水晶祭坛的影响无法进去。水晶祭坛是什么？1、2、3、4，不是啊，水晶祭坛是什么？但是我们要先回去。好，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水晶嘛，就那个中介。水晶，他刷这个水晶的。好 ，OK。三位。26。这里有两个。来啊，来啊，这里有两个。等一下试不到，这样就一个，好、哦，这里应该有神器，有，这里有神器，嘘，哦耶，这两个，哎。对，算一个人。好，我来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哦，魔王，好，开始。
对啊，它会一直升啊。你下来，上来上来，哈哈，下去了吧。到了，放下去，耶、yeah, ！感谢你的用完 ，Thank you for play。建筑爱讲飞鼠，木朗岁月。我不想念了，耶、yeah. ！The end。呼呼。没了吗？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订阅、分享、加按赞，还有点小铃铛，才可以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